姐姐今天准备了一块大块头，仔细看，我可不是板砖哟。其实我是超级小样的切花泥了。切花泥，那就准备好被切的命运吧。这次姐姐可是很认真的在切花泥哟。为了让切出来的花泥更漂亮一些，我尺子都上场了，是不是该给我点个赞呢？好了，终于切好了，然后大盆子装点清水，只能装六个花泥了，然后拿来喜欢的亮片，开始给花泥穿衣服换装了。小伙伴们还可以用闪粉混合着来玩哟，我这里就专一点好了。六个大块头都换上自己喜欢的衣服了， party 时刻来了，用手一块一块的捏碎花泥，把所有的不开心和烦恼通通都消失不见。心情不好的时候捏捏捏，就是我这里花泥切得太高了，水有一点点少，再加上姐姐的小手有一丢丢小，所以捏不太好，不过还是很开心呢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干什么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与姐姐分享哟。